好，我们翻开第十五页，第一行，中间啊，问：云何行佛行？什么叫做行佛之行呢？答：不行一切行，即名佛行。这个不行一切行啊，就是不着任何的造作，因为任何的造作通通叫做幻化的东西，没有实体可得。任何一个时间空间只要契入毕竟空性，就找到了原点，原点就是终点，没有始没有终，就是我们的清净觉性。有起点有终点都是生灭的假设，因果的连锁性上有假设起点，也有假设的终点。而我们的佛性没有始也没有终，起点就是终点，当处发生，当处就是即灭，就是毕竟空，没有一物可得。所以是不行一切行，即名佛行，一名正行。这个就是正行。所以我们要护持正法，要先护持正念，护持自己的正念。什么叫做正念？就是无念，要坚定的舍离一切相，要护法护法，护持正法。正法在哪里？正法在心。哪一个人才真正拥有正法呢？就是无念，无所执着，不着一切相。所以不行一切行，即名佛行，一名正行，一名圣行。这是圣者之行啊，如前所说呀，啊，根据前面所说的呢，不行有无真爱等是也。你这个有无真爱都是相，不能把相化作毕竟空，以为有这个东西，事实没有。为什么？缘起刹那无助的东西，找不到一个实体的东西。大力见无菩萨这么菩萨品这么说：一切圣人不行于众生行，这行就是同。一切圣人是绝对不同于凡夫众生之行。而众生是不能行如是圣行，加一个能字就更清楚啊！因为众生是处处住相，处处卡死，落入意识形态。所以世尊说，凡夫众生每天都在做伤害自己清净自性的事情，动念就伤害到自己。你坚持一件事情不肯割舍下来，你的业障就一直转动，爱也好恨也好，就是伤害我们的清净心。而众生每天都在做伤害自己的事情，正因为他不懂得离相。所以这个一切圣人不同于众生之行，而众生不能行于圣人之行。圣人离一切相，问云何是正见？什么叫做正知正见呢？答：见无所见。啊，这个见无所见，就是虽然见到，如同无所见到。因为色性本空，你见到了，它会变化，变化就不是实在，就跟幻化的一样。所以众生就是不了解缘起如幻的道理，以为有一种东西，所以他在里面爱恨交织，
啊，那么牵肠挂肚，活得痛不欲生，那就是观念嘛，观念嘛。这见无所见，你虽然见到，但是无所见就是无所着，虽然见到一切色声香味触法，但是呢无所着，如同没有看到一样，就不会卡死观念。那、啊、我刚刚啊打开电视啊看这个新闻报道，他说啊有一个这个父亲呢有个儿子是智障，这个智障呢就讨不到老婆，讨不到老婆，那么就去呢越南，这个爸爸就带着儿子啊去越南去找个新娘，花了二三十万找个越南新娘，这个为了传宗接代呢，他是代替这个儿子啊出门，这个越南新娘啊是以为要嫁给这个老的，结果啊娶回来台湾呢、啊、就强迫啊这个越南新娘跟这个他的智障的儿子啊圆房，就生了一个女儿，生了一个女儿以后呢就强迫他，哎，告他们说通奸，哎，强迫这个越南的女孩子离开，他要的就是下一代，要的就是这个女儿，为了自己啊啊传宗接代啊。然后你看看我们看了就是新闻报道，真相我们还不是很清楚，因为这个新闻报道的跟真相有时候有一点落差，但如果是报道所属实，你看这个还是卡在一个观念里面，中国人的观念就是 无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可是你做这种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，很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这个世间是只要你没有学佛要解脱不可能，而且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个世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不合理的也会发生，这个世间不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讲道理的，不一定啊。因此啊，如果我们有了佛法一点点的看法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日子可完全不一样。有生没有生随缘，为什么也无常，是不是？有结婚没有结婚看个人呢、啊、为什么也是无常，也是空，用少许的空，这一点点空的思想就可以过得纵横自在。所以见无所见，虽然见到一切相，可是无所执着，如同无所见，即名正见。问：云何名见无所见呢？答：见一切色时，打着色在旁边写一个境界，这个色是包括一切境界。见一切境界的时候，不起染着，因为清净心本来就具足，只要你不污染，但莫污染，别无圣解。没有另外的圣人，圣人就是相粘不住他，记得被相粘住了，心就污染了。所以这个修行就是说很自在，了悟万法毕竟空的时候，你相粘不住他。所以这个小圣啊，阿含经啊，包括这个泰国的比丘，他们呢、啊、对信徒开示就同样一句话，就千万不要被相黏住，因为相是假相，被相黏住了就很麻烦了、啊、所有众生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被相黏住啊。但是因为我们要活着，我们就必须要金钱，我们要拥有金钱，我们没有拥有金钱就会使尽一切的手段，我们为了要繁殖就会追求异性，就会使出一切的手段，因此无量无边的烦恼恶业就一直卡
住，就重复的翻腾，一直翻腾，无量亿劫来，我们就是没有认识清净自性。啊，修习佛道以后，又以为修习佛道要搞出什么东西出来，又错了，不能体悟四大本空，五因无我。诸位，修行修不出任何东西的，本来就空。随缘方便放下，随缘放下，解除习气。啊，其实说放下还是只是个方便，万境本来一如，哪有东西可以放下呢？到这个时候的境界叫做万境如如，万境本如。为什么？万法毕竟空，一个颗粒为尘也是空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是空，只要六根六尘六识所显现的境界，通通无入一法可得。话转过来，就算你一直执着也没有用，到时你一样要放下，还是要放下。所以见一切色时不起染着，不染着者不起爱恨的心。所有的小说电影离不开这两个字，所有的一切众生那个杀人放火离不开这两个字。这个爱包括金钱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个真包括嫉妒毁谤攻击伤害，它只是爱恨两个字是比较简单的形容。一切的病态不离这两个字，爱真。即名见无所见啊，若得见无所见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即名佛眼啊，这个就是佛了啊。所以啊，在座诸位要做一种事情啊，就是对这个生灭无常的世间彻底没有意见。你有意见就着在假象，就会落入观念，就会知见立知，就会无明本，就互相攻击。记得把自己管好，把自己的心性降服好，回归到我们的本位，这颗涅槃的不生不灭没有增减的心性，这就是真正修行。别人是非恩怨情仇，那是他们的因果。在座诸位啊，如果个人至少门前邪，天下就太平。如果每一个人通通把自己管理得很好，就是世界大同。讲起来有点自私，但是事实上整个社会要个个把自己管理好，降服了自我，这个社会安详利乐啊，没有斗争，没有爱恨啊。所以不见得说是啊，把自己降服好啊不好，把自己降服好，个个都这样，那么法界都平等，是不是？降服了自己，怎么会伤害别人呢？所以大彻大悟的人，他的慈悲心，那叫做理所当然的。什么发菩提心，根本就无心可发，万境本来一如，发什么菩提心？方便说叫做发菩提心啊，无心可发是名发菩提心。我对你好，那是我本性的工作，这是我的义务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啊，有一个人说，哎呀师父啊，他一直在伤害你啊啊，那一直在诽谤你啊，那你为什么没有任何动作呢？嘿，我跟他讲一句很妙的话，我说我想成佛。他这样子，我跟他一样啊，不是凡夫吗？不就搞一样的东西吗？我想成佛，他有潜力，我没有潜力。想成佛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没有潜力伤害任何一个众生。你要成佛没有任何潜力，这个潜力没有拥有。想成佛的人就是对众生就是一个心态，同体大悲，
这诸诸位，我看到诸位，你是未来佛，我尊敬你三分啊。嗯，诸位啊，一句重话我都不敢说，何况说伤害你？很简单，说来说去还是比较自私，因为我对我自己好。为什么起心动念那个分导之处就是对自己不好吗？那傻瓜，对不对？所以学佛要学自私一点，就是怎么样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对自己好一点的，就不要伤害自己的清净本性，不要起贪念，不要起嗔恨，不要起愚痴，知道吧？对，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学佛有时候要自私一点，哎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颠倒，就是对自己的清净自性最好啊！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颠倒，也没有不执着，啊！学佛的人没有权利伤害任何一个众生，一只蚂蚁都不准伤害，因为我们要享受这一颗佛性，更无别眼，即名佛眼，就更无别眼。若见一切色时起憎爱恨的心，即名有所见啊。如果见一切境界的时候起这个爱憎的心，即名有所见，有所见者就是众生眼。哎，这个见，你有所意见，有就是有所执着，你才有见啊。你不晓得见到一切境界，境界本空啊，更无别眼了、啊，当体即空。做众生眼乃至诸根，这诸根就是说，包括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亦复如是啊。你耳朵听任何的音声。打骂啊，乃至怎么样？哎，它通通无常的东西，自性不动。鼻子闻到香臭，舌头尝到酸甜苦辣，身体这个臭，了知这个都是无常法，实在没有一法可得，随缘度日啊。问：即言以智为用者。啊，以何为智啊？这个吉言一般，这是古时候的话。我们现在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，吉言就在旁边写四个字，你才看得懂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啊，我们所说用智慧来当做作用，依智慧起大作用。那么什么是作用？什么是大智慧呢？是吉言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智为用。那么云何是智？答：知恶性空。把笔拿起来，恶性空啊，做一下笔记。所谓恶性空呢，有无、善恶、爱恨，通通空。众生不是早有就是早无，不是早善就是早恶，不是早爱就是早恨。可是这个两个啊，这个恶性啊。在彻底的角度来说是毕竟空，就是解脱。知二性不空，不得解脱。哎，如果你知道这个啊，这个有无善乐，那么爱恨还是一直存在，那么你就没办法解脱。二性如果空不了，就没办法解脱。这个是名为智，反过来说，就是你一定要空它，才有办法解脱。一名了邪正，一名是体用。了邪正就是了悟何者是邪，何者是正。着恶性就是邪，不着恶性就是正。一名是体用，就认识了这个大智慧的体跟用。大智慧的体是不生不灭，大智慧的用是妙观察，种种的平等性质。无量的妙用，这一名是体用。这个恶性空就是体啊，我们这个清净的体性是本来就无一物的呀。知道恶性空就是解脱，就是解脱。更不生以即名为用啊。那么言恶性空者，什么叫做恶性空呢？不生有无善恶爱恨等观念，
不产生不存在这些有无善恶爱恨啊，这个有拥有多少都知道这是假象，就是没有啊。如果是哎呀自己很自卑，哎呀我没有任何东西啊，自己啊也被这个无困扰的不得了，哎，那个也是执着啊。自己行善割舍不下也是执着，那么这个恶有两个角度，自己起恶念那不可能，更不行。那么对于一切造恶的众生，记得报以同情，因为他还是众生。同情众生是因为生活我们自己，而同情众生呢，等待因缘。记得学佛的一个人要有这样健康的心态，要同情众生，然后接着就是要等待因缘。他这个因缘不到，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强迫他来也没有用。诸位，不是坐在今天不是坐在我前面的人就受益，为什么？对我没有信心，坐在前面跟没有是没什么两样的。将来制造成 VCD 把它寄到俄罗斯靠近边界离我几万公里的地方，他有一年看到 VCD 恭敬的看，披袈裟，出家人披袈裟，在家居士听经看着 VCD 看电视，恭恭敬敬的看，合掌做笔记，有的人跪着听。我说他离师父最近，远近不在相，在心，无心对面不相逢，有心千万里外也受益。所以诸位，不是围绕在我四周围的人一定得到最大的法益，是以至诚恳切对师父自己的上师有信心的人，这个人最受益，他得到的力量最大。哎，有的人一打电话来啊，用跪着在电话机旁边用跪着请法，我在电话中跟他开始，他用跪着跟师父请法，我说这个人最受益，不是诸位今天你们坐在我的前面的人最受益。佛法是讲心法的东西，佛法不是表象的东西，佛法是用自性清净觉悟的心在用功的。因此我们要受益，要至诚恳切。诸位，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大彻大悟，可是对上师对自己的师父有信心，不怀疑，至诚恳切，就算他没有大彻大悟，就接近第一义谛。所以法无师我就很赞叹，他跟师父讲话都是用跪的，倒不是说他向我讲话，连我在吃饭，法无师跟我讲话都是用跪的。我不是高兴他跟我下跪讲话，而是说这个孩子能降服自我真不简单，真的很不简单哦。我赞叹法无师，你们这女众不要太靠近哦，知道就好了哦。哎，有一天他还俗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哦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嘟嘟喝就喝了，哦，就是那一只果的名字叫做嘟嘟，好就好了，哦，刚刚好就好。
啊，就是我说我赞叹我们这个当家，在我静养的期间，他从来就没有怨恨，没有悔恨，没有牢骚，没有抱怨，他自始至终对师父就是不二心，我们非常赞叹呢、啊，啊，这么虔诚的恭敬，那对他本身受用，啊，再来。是此门从何而入？啊，此门从何而入呢？答：从檀波罗蜜入。诸位，在檀这个旁边，这个檀波罗蜜啊，这个檀写四个字：一切尽舍，叫做布施。包括念心的烦恼，通通舍；包括身心生命，通通舍。才是真正的布施。现在我告诉你啊，我如果调查一下说，哎，诸位，你死后往生以后，财产要布施给师父的，请举手啊，一定有人举手的，这一定有的，啊，这个做得到。死往生以后了啊，要我现在问说，诸位，你今天回去以后，从现在起。彻底的放下你的执着颠倒妄想，你做得到吗？没办法。布施外在的金钱很简单的，肯下功夫就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施舍啊，包括内心的执着颠倒跟烦恼，通通舍。聪明的人就是这样子了，布施有一空快那边暗中啊，插插一个死了了，哄下 OK， 困靠边，对 OK， 哎，真的就这修行，他就是这样子。可是问题就来了，哎，慧律法师，你是法师出家众呢，你可以讲这种话呢？我是在家呢，我要赚钱呢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没有钱，明天会期到了，水费、电费、水费到。电费到，台签到，空手到，通通到，通通到。你这个睡觉，睡觉没钱呢、啊？哦，所以是说，现实是很残酷的。好，所以因此，我现在要讲一个比较中道的，就是说，你有一碗饭吃，你也不缺钱，也不欠人家人情，不欠人家啊债务。我说。该放下的时刻啦，不要每天呢、啊、颠颠倒倒啊。是从檀波罗蜜入，从一切尽舍下手。问：佛说六波罗蜜是菩萨恨啊，佛说六波罗蜜是菩萨行，何故呢？为什么独说檀波罗蜜呢？檀就是布施波罗蜜啊，因何具足而得入也？答：迷人不解五度啊，皆因檀度生呢、啊。这个五度啊，就是后面的 啊，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其实跟第一个檀度彻底放下一。其实是同一个体性的，布施用自性清净布施，持戒用自性清净持戒，忍辱用自性清净忍辱，其实同一个本体。只要你修第一度彻底放下，六度通通解决。但修檀度，即六度悉皆具足啊！你要修一切放下。万法都记住。问：何因缘故名为檀度啊？哪一个因缘叫做檀呢？答：檀者名为布施。问：布施何物呢？到底是布施什么呢？哎，答：哎呦，诸位啊，答的底下很重要，加两个字：真正的布施。嚯、哦，他在告诉你。啊，一般我们身上可以拿钱来供养三宝、供养师父啊，水果、啊、我都吃不完，
啊，这个有办法。黑客是真正的布施，这里大珠和尚就讲得更清楚了。真正的布施，切就是除，务必要除掉恶性，一恶的恶，有无善恶爱恨，通通要除，要不然不名为布施。问云何是恶性呢？答：布施切就是放下，彻底放下善恶众生为恶，不跟他计较，自己行善也一点都不执着，做自己该做的工作，布施切有无性，彻底放下有无爱恨性，放下空不空，不空就是有了啊，定和不定啊，我们的清净自性讲定不对，因为它能作用，讲不定也不对，因为体性空寂，永远在定中，可是在定中它又可以起般若智慧作用，所以啊，清净自性无所谓定，无所谓不定，静不静通通要死，静是对不静讲的，不静是对静讲的。十八页，一切悉皆失切呀，即得恶性空啊。若得恶性空的时候，也不得这恶性空想，也不能说哎，我你看我善恶有通通放下了，又找一个放下的观念。放下意思就是说是功夫，不要向人说，向人说就走，你说哎呦，我这个人我彻底放下了，这个还是执着，直到默契就好，不要向人说，也不得做恶性空想，也不得作念有思想，哎，也不得动一个念头，哎，说我在布施，这不起心不动念，彻底放下，就是真行坦波罗蜜啊！你这个布施就直接到彼岸了，因为你的布施通达清净自性啊，不着相的布施啊，名万缘俱绝。万缘俱绝者，即一切法性空。为什么万缘俱绝？万缘俱绝就是万象本空啊，找不得啊，一点都执着不得。